平时低头低得多是吗？嗯。这骨头都有点凸出来了。我颈椎也没有说疼或者干什么，就是有一段时间难受的是，我就是顶多两下他就很少人去摸两下，或者有时候去手术摸一下，就这样。哎，对。吃完了。
里，我操，你他妈地上也没什么活呀。那你今天去怎么样了？
这边伤痛吗？你拉伸一下吧，放松放松，
来，吸气，呼吸，放松。平躺，没事，放松。什么声音？哎，这是个穴位，一个结节。有点像触电的感觉吧。嗯。
有没有轻松一点？嗯，舒服。就是腰上的肉比较紧。嗯。可以的话，自己回去活动活动。手指交叉啊。腿放平了。坐过来一点，往后面来一点。